哦，利用这个新山茶园。嗨，对他们其实这样子看起来，他们就哦，这个整个区域嘛，哈。哎，大家好哈，我是渔夫哈，我今晚呢，你来看啦，这顶帽啊哈，我要给提起来，哦，还搁什么装备？有啊，我帮你哦。好，搁这个哦。哦，你安尼又讲我要从啥位哈？啊，阿姐啊，我要把渔夫变姑娘。安尼有水无？啊，干嘛安尼？我采茶。哎，你我要创啊？哦，购物哦。要生我爱生砖头。哦，砖头以后来，但是等一下，这个情形了后，啊，确定要创啥，再甲各位讲。皮肤乱乱蛇啦！后来我已经穿好啊，吼，啊，穿安尼是安怎？另外讲，你较早是较早，我咧包去农舍的时候，姑娘们都会把它包成这两个围巾，哎，因为防晒。是。那你即摆来甲人家包甲像安尼，爱去给上上唔知啊？哦。诶，衣服老师也。哦。所以在爱平台照出来。哦。所以说我们去把它改良设计，说这样包起包在肩头，第一个有造型的效果。哎。以前你担心的话啊，这是我们衣服老师，所以讲你后边只再袂去拍到日头。哦，啊，这嘛是防晒，这嘛是防晒的作用啊。啊，这是从啊，这不是要抓鱼啊嘛，要抓这个鱼，等下摆咧钓到过来底。哎，啊，我这问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无男的装扮，为什么一定要穿女的呢？这是安怎？就是要统一，对吧？你不要标新立异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咁走路咁卖女孩子啊，这一点。啊，你若要可以来，我边叫你看，你边叫我一个吗？啊，马达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。啊，好，行来去。我就是咱要来班地所在。对对，你咱要班地所在，啊，这是有机茶园，你当。镜头可以转下，就是讲我这地方拢是甲一片甲草皮有啊。哎，这就是因为自然农法，因为无喷除草剂。是。哦，啊，让土壤愈来愈健康。哎。土壤若健康，你种的地就愈来愈水。哦，是。啊，你即摆地水是无点过，但是用糖食的无，食完我当轮到你。哦。即摆你要的地是糖食无完的，剩的就是你的。哦，是啊。就所以，我恁等你来，你的地拢是足健康、足安全，又是糖食剩的。好，大家准备到我那里。好，老师，好，大家准备这边，伊吃不完的都是我的啊，哦，对不？我这边是跟这那个这整个大自然的生态，跟这虫虫大军和平共存的。嗯，反正我种的地，你就糖先吃，你吃不完的都是我的啦。无全药的，这无全药，这件十二年拢无全药的哦。嗯。啊，以前开始伫转田的时，这地发不出来，为什么发不出来？因为发出来的时，这虫拢在边啊等，伊等要吃。嗯，啊，即摆是因为它整个生态食物链是完整的，足侪歹虫食歹地，不过足侪好虫要食歹虫，是，对吧？啊，你若好虫若愈来愈侪，歹虫愈来愈少，啊，这等于嘛是正常滴法。以前发一百元可能食一百元，到尾啊，你若歹虫愈来愈少时，发一百元可能食八十元、八二十元都变歪。有。哦，所以讲我是排在第二顺位。班长，好，哎呦，采茶，哦。哎，啊！你来安尼踩一下就起来，这足紧的吼。嗯。因为你看的过程，这都是糖食村的。嗯。这糖食村的吼。是。咱买慢的就慢一心。嗯。哇，这真正这心配两叶，上少爱配两叶，上少配两叶吼。那我买当下买慢的时就是来安尼慢，安尼起，我买就是这。嗯。啊，你若上侪当配到三叶，就一心一三叶。因为为什么你配三？因为这第三叶较甜，你会当增加你的产量。三两若增加，成本就会降低嘛，对吧？你若要买两箱嘛，会用。安尼三两较低，我计下都爱较。是人家要爱，啊，这人家买转去吼，爱家己做。嗯。家己做是有机的绿茶，有机的绿白，家己做做的，我会当帮伊行好，带伊当扎转。哎，哈，安尼买是不是？对，是安尼买。啊，一心三箱。一心。一心，这是一箱、两箱、三箱啊，三箱。对，啊，所以一心。三箱。啊，所以我是一心三叶，对，一心三叶。啊，这个是我用的，啊，等下我家己用。等下你要家己插啊。家己插哦。哇，你插那边哪插？我会家己教。哦，是哦。我先来家己教，你要家己插，家己暖。好。我会帮你烘好搭，你当扎转。好，安尼。哎，今日要送来的是这张相片，要甲搭起。哦。安尼才有一个金句讲，啊，这是你渔夫老师做。了解。好，谢谢，多谢，谢谢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渔夫哈，我即阵伫这祥宇农场哈，啊，咱即阵头家要泡这個，咱今日要点什么茶？
老师，你若今日要啉万茶，我先泡两啉，因为我遮有乌龙茶、有红茶、有绿茶，是，啊嘛有加红茶、有野生的，即拢是我去开发的出来的产品。你若大家拢要啉，会当，大家拢会当泡。哈哈哈哈哈。特别我各位先看一下，即是要冲啥货？等者你就知啊。第一泡是，这是红茶，红茶，这是有机的红茶。哦。啊，阮伫泡有机的即部分啊。其实阮咧泡是做两下，我头家你第一泡拢无洗了。其实阮第一泡是免洗，我只要将这个泡甲盖下盖就好啊。哦，啥免洗？因为第一泡营养，茶内底营养素是上高的。哦，是哦。我会将这茶汤倒去这蚊香杯内底。免洗。那你再将蚊香杯内底茶倒去你等下要专用这块杯啊。哦，啊，啥来爱这个规定？安尼，这个杯会当平方，这个蚊香。可以蚊香，对，这个杯也就会当啉。哦，所以是一个蚊香，一个啉就对啦。变贵族的，了解。哦，你会当，你会当一杯，头家听到你会当从伊一杯倒去这要啉的杯内底。嗯。这个蚊香杯你会当平这杯仔旁，哦，这你会当平这杯旁，而且一杯就会当啉。这杯仔从啥？这是，阮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做法，就是讲，因为阮以前人客来这体验。拢是要用纸杯滴啉茶，因为纸杯茶无环保，茶是伤过浪费吼。我即摆所以我去找这种杯啊，这个杯啊，你会当按头啉到尾。是。好，啊，而且我会提供你个订客表，你家己刻名，这样爱变你专属的。哦。如果你若刻渔夫，大概这渔夫专属的。是。好，专属杯子。啊，这个杯啊，唔是讲爱咩啊，炸转去，歹炸掉嘛，我搁一个包装袋。哦，是。哦，这个包装袋你会当用，你也啉完了对无？嗯。将这个叫起来。哦，安尼种家己炸汤哦，这是变个人专属杯子哦，个人专属杯子。啊，这内底有一个老板的小设计，就是讲以后边只有一个农场资讯的 QR code， 你会当用手机扫描，它可以连接到网站。是，伊今日袂记得，如果我电脑印象远哦，你可能不要袂提出来用。啊对。不过你若去渔夫，你会提出来用。啊是。好，所以讲这是阮的一个小设计，就讲你当用。手机上面 QR code 也直接连接到我的网站，哦，你当知影我农场的资讯。好，啊，谢谢，多谢。哦，啊，这我早走哈。哦，这本人，这本人已经被早走。啊，是，谢谢哦。